外界关注，华沙克斯坦突厥斯坦州将雇佣12000名人就业，创造24000个工作岗位。截至目前，创造了1.2万个工作岗位，1万多人已经实现临时就业。哈萨克斯坦突厥斯坦州就业保障路线图框架下启动了437个项目，其中261个建筑和维修项目已经完成。在公共文化领域的施工也取得多个项目，例如重建了科列斯基县的医院。如今，该县13万居民将能够在这里得到治疗，维修了15个社会设施，增加了残疾人无障碍场所的数量，并对167所学校进行了维修，确保6万名学生的安全。